我就是很身上很多病感冒的哇，那些感冒不说，还有那贫血很多次的，腰椎啊、颈椎那些都很多病，撇得过我还突然感到好了。啥子我去贫，我检查血的时候啊，我去医院三次去献血都要不得，我撇了一样，我去献血，今年月以后的时候出来这个腰椎来，我又没吃药，又没啥子都没拿过，就突然就好了。我又是讲痛的哟，免得发红包，听到一个大哥这么这样子说，他们还吃的效果，穿大衣时候穿肚带去，那个家伙来申请三个月，一个一天突然撇得过，到了时间就好了。他说我就在就是上班去了。